16世纪中叶，法国大预言家诺查丹马斯以其神秘莫测的四行诗构筑了一本晦涩难懂的预言书《诸世纪》。在这本奇异的预言诗集中，总共包含了942首预言诗，预言了此后地球和人类世界发生的几乎所有的大事，例如二次大战、希特勒上台、肯尼迪遇刺、全球性污染、温室效应等。其中最受人们重视的是他留下的有关2024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言。由于诺查丹马斯的预言应验率高达 90% 以上，因此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言确实是世界上不少人深感恐惧和不安。其中一句预言是这样说的，那个鲜红的对手将会陷入恐惧，让海洋也震荡不已。一部分预言评论家对这句预言大胆猜测，这里提到的鲜红或许就是指向中国这个地缘大国，而所谓的海洋则可能是指充满纷争的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等地，或是指以海洋系发家的西方国家。这个深藏玄机的预言无疑让世人对现行的国际关系以及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思想体系产生了深入思考。中国在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已经达到和众多西方国家掰一掰手腕的程度，或许已经让西方国家感觉到了威胁。还有一句是这样说的，一条鲜血淋漓的龙会翱翔天际，所落地的红色雨滴将浸染诅咒的十字架和皎洁的月亮和星辰之上。在西方文化中，龙常常象征着力量、威胁或邪恶势力。在东方文化中，龙往往与权力、统治者或帝国相联系。因此，在这句预言里，龙可能代表一个强大的国家或军事力量。鲜血淋漓可以被解读为战争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例如轰炸、导弹攻击等。它也可以象征一种流血冲突的蔓延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十字架在基督教中象征着信仰和救赎，但在这里被描述为诅咒的可能暗示某种宗教或文化的腐化或破坏。预言可能在暗示某种宗教或文明的危机，尤其是与基督教相关的世界。月亮和星辰通常象征着纯洁、美丽和稳定，但在这里它们也被染上了红色，这意味着灾难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宗教或文化，还会波及到更广泛的世界，甚至包括那些看似中立或和平的力量。整句预言可能暗示着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国家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引发大规模的冲突或灾难，这种冲突将不仅仅限于某个区域，而是会波及全球，影响到不同的宗教、文化和国家，甚至打破现有的和平和稳定局面。诺查丹马斯的这个预言很像是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危机的预言，这句话可能并非指向具体的事件，而是对未来战争潜在危机的警示。这种危机可能涉及国家间的冲突、宗教对立，或者更广泛的全球性动荡。诺查丹马斯对2024年的预言，除了上述的战争预言外，还有对全球极端环境、教皇之死、英国国王下台的预言。接下来就让我们详细讲解一下关于诺查丹马斯的生平以及他对2024年的预言。诺查丹马斯于1503年12月14日出生，在法国普罗旺斯的圣雷米德普罗旺斯。诺查丹马斯的家族背景极为复杂且富有文化底蕴，他的祖父母是犹太人，在遭遇宗教迫害后改信天主教。诺查丹马斯的家族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尤其是他的祖父让他从小就接触到数学、天文学、医学和占星学。诺查丹马斯的早年教育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他在普罗旺斯和阿维尼翁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随后进入蒙彼利埃大学学习医学。在那个时期，医学并不是一门与科学紧密结合的学科，而是与占星术、炼金术等玄学相伴而生。诺查丹马斯在这一阶段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也为他未来的预言能力奠定了基础。1520年代，欧洲爆发了可怕的黑死病，这场瘟疫几乎摧毁了整个欧洲大陆。作为一名医生，诺查丹马斯积极投身于抗击黑死病的前线，并提出了一些新颖的治疗方法，比如使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草药和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尽管他所处的时代对科学的认识极为有限，
但诺查丹马斯的这些措施确实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然而命运并未因为诺查丹马斯的善举而对他温柔相待。在黑死病中，他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孩子，这一巨大打击使得诺查丹马斯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有人认为，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转向占星术和预言，以寻找生活的意义和未来的指引。在1555年，诺查丹马斯出版了他的杰作《诸事记》。这本书的结构独特，由四行韵文组成，每一节都似乎暗示了未来的某个事件。书中的语言模棱两可，充满了象征主义和神秘色彩，这使得解读变得极为困难。却也正因如此，这本书能够跨越时空，适应不同的历史背景。这本预言集涵盖了从16世纪直到世界末日的惊人预言，比如诸世纪对法国大革命的预言，其中的诗句是这样写的：高贵的国王与女王被困，他们的王冠将被民众的愤怒摧毁，在大雨中他们被迫逃离，但终究无法逃脱命运的掌控。这首诗被认为描述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革命中的命运。诗句中的高贵的国王与女王被困，暗示了国王和王后在革命期间的囚禁，他们被迫与贵族统治的象征物王冠分离。民众的愤怒则描绘了法国人民对君主制的极度不满，最终导致了国王和王后的被捕和处决。在大雨中逃离，可能指的是国王和王后在革命初期尝试逃亡的失败，最终被捕并送上断头台。诸世纪还对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做了语言诗句，说白昼时分，伟人将被雷霆击倒，一场邪恶的行动由带来请愿的人所预言。这段诗句在诺查丹马斯的预言中被认为描述了某个伟人的突然死亡，通常被解读为肯尼迪遇刺事件。其中白昼时分，伟人将被雷霆击倒，这一句通常被解读为肯尼迪在白天的公开活动中被枪杀。诗中的雷霆可以象征子弹，意味着一种突然且致命的攻击。一场邪恶的行动由带来请愿的人所预言，这一句比较模糊，可能指的是对刺杀事件的某种事先的警告或阴谋的预兆，因为在肯尼迪在被刺杀前就曾收到过多次死亡威胁。诺查丹马斯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在后世一一应验，这也让世人对这位末日先知的预言能力叹为观止。我们翻开诸世纪，诺查丹马斯在书中反复提到2024年将是人类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它很可能成为人类文明新旧交替的转折点。在诺查丹马斯那充满神秘与象征的诗句中，我们或许能够隐约看见一幅关于2024年的未来图景。战争的乌云笼罩全球，世界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逐渐加剧，军事对峙一触即发。与此同时，极端的气候变化引发了一系列的灾难，干旱、洪水、瘟疫接踵而至，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强烈的地震和火山喷发再次重创日本和意大利，让人们对自然的力量感到无比敬畏。在这动荡不安的背景下，英国王室和天主教会也正经历着重要的变革，会迎来新的领导者。这些变化或将对全球的政治与宗教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变革，人类面临的伦理和生存挑战愈发复杂。种种迹象表明，2024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世界将经历百年未遇的巨大考验，人类社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而我们每个人都将成为这场命运漩涡中的一员。在诺查丹马斯对2024年的众多预言中，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言最为惊人，也最令人不安。在诺查丹马斯的一首诗中写道，红色的对手将因恐惧而变得苍白，大洋也无法平静下来。其中红色通常被解读为指代共产主义阵营，尤其是苏联和中国。诺查丹马斯的这一描写可能暗示在未来的冲突中，这些国家可能会因其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卷入战争。冷战期间的红色阵营，苏联和中国曾是西方国家的主要对手，因此这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背景。
而大洋则可能意味着这场冲突将不仅限于陆地，而是扩展到海洋，形成一场全球性的军事对抗。诺查丹马斯的这一描写预示着未来的战争可能不仅会发生在传统的战场上，还会在海洋、空中甚至太空中展开。那么哪些国家可能卷入这场第三次世界大战呢？诺查丹马斯的诗中也提到了一些关键角色，他多次提到北方的君主和东方的帝国，分析认为这指的是俄罗斯和中国。还提到新大陆的雄鹰和日出之地的武士，似乎在暗示美国和日本也将是这场战争的重要角色。诺查丹马斯称欧洲为古老的战场，可能意味着欧洲将再次成为战争的中心。诺查丹马斯预测这次战争的根源在于古老的仇恨和新的野心，这可能意味着各大国之间积累已久的地缘政治矛盾，如领土争端、资源争夺等，可能成为战争的导火索。还有就是新兴国家的崛起和力量重组，也有可能打破原有的平衡，导致新的冲突。诺查丹马斯对这场战争的规模和伤亡情况的预测更是让人触目惊心。他在诗中写道，死神将在战场上狂欢，成千上万的生命被收割，烈火将从天而降，城市化为废墟。这些描述让人不寒而栗，仿佛看到了核武器肆虐后的人间炼狱。诺查丹马斯的预言甚至预测这场战争的死伤人数将是二战的数倍，全球近半数人口都将卷入其中。这种预测虽然极端，但也反映了他对战争毁灭性后果的深刻忧虑。诺查丹马斯的预言不仅对战争的未来充满了惊悚的描绘，还涉及了另一个同样严峻的挑战，极端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一系列自然灾害。在他的诸事记中，诺查丹马斯用充满象征和隐喻的语言描绘了一幅2024年的灾难图景。这些预言让我们不仅要警惕战争的威胁，还需要认真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危机。他写道，干燥的大地将变得更加焦枯，泉水干涸，青草枯黄，洪水将淹没，平原村庄和城市被吞没。这些诗句生动地描绘了极端天气的两种表现形式，干旱和洪涝。与此同时，海平面上升将淹没沿海城市和岛屿，狂风暴雨和洪水将变得越来越频繁，造成房屋的毁坏、桥梁的冲毁，以及大量人员的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些极端天气现象的频繁出现将给全球各地带来巨大的破坏，影响人类的生活和生存环境。在气候变化的严峻背景下，诺查丹马斯还预言了大量的气候难民的出现。他描述道，人们将背井离乡，逃离故土，踏上异国他乡。这表明由于极端气候带来的灾难，许多人将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寻找安全的栖身之所，这将对各国的移民安置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压力。诺查丹马斯的预言不仅限于干旱和洪水，他还预言了气候变化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古老瘟疫的卷土重来。他在诗中写道，当古老的恶魔从地狱回归，复活邪恶的灵魂，带来瘟疫、饥荒和战争。这段话暗示，随着冰川融化和永久冻土层的退却，一些长时间被冻结的致命古老病毒可能会重新活跃，并借助气候变化迅速传播。此类病毒可能会引发新的疫情，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威胁。诺查丹马斯环诗句中甚至提到了具体的传染病，他写道，黑死病将卷土重来，鼠疫横行，民不聊生，鲜花复活，危害儿童，生灵涂炭，无药可医。这些古老的传染病曾在历史上多次导致大规模人口死亡，如今气候变化可能让他们再次成为人类的噩梦。诺查丹马斯这些以其难以捉摸的语言和深奥的象征性而著称的语言，不仅激发了无数人的想象力，也引发了对现行国际关系的深刻思考。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间的关系愈发复杂，地缘政治也随之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预言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视角去审视未来。无论预言是否真的能够准确预示，
未来它所传递的警示意义都是不可忽视的。通过将预言与现代国际政治联系起来，我们不仅看到了历史的重复性，还能够从中汲取教训，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悲剧。诺查丹马斯的预言在当今世界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提醒着我们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也要关注全球和平与稳定的未来。